因为今年我们在语言节目上，我们有一个作品《父母爱情》，一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就是观众们议论最多的，然后就是能融进去那个情感。当那个节目一收尾，爸爸妈妈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大家自然而然的就带入到了那个状态。我曾经很想知道，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够。就是注意一点哈，小凯，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是跟前面语言打包的，你们看见语言节目，它是带着感情进的，不能用平时唱歌的那个状态，要有情境，就是好像看到的是你的爸爸妈妈。因为我一直希望，特别希望就是春晚的歌舞的节目，希望它不是那么单独存在的，它是应该跟整个的整体的设计，语言类的节目，它是能有机结合起来的。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伴随着我们吃年夜饭。